快就打完了。天才就得打暴击，电脑没坏算你走运了。你毕生有很多地方都被抓破了，玩得很疯啊。你叫麦克是吧？我有些东西要交给他。这么早他还没起来呢。房东今天请你吃饭，赏脸吗？这不是送外卖，你这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可没你那么潇洒。不要再固执了，趁着公司还有人要的时候卖了他，摆明了出卖。我阿伯要是想出卖你，又不知道等到今天才出卖你。等到有一天啊，你发觉自己拿得起放不下的时候呢，只好认命了。其实我不太喜欢三明治。我现在开始喜欢他。要是我再送上以下这一首歌，歌名是这位女士是泼妇 The lady is a trap。女人你是不得并无信息，我长得这么性感。那天我无意中买来的二手黑胶碟，只不过是一个变了心的男朋友希望他自动消失，懒得看他的过期爱的礼物嘛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别人得到这张唱片。喝，没毒。我一定得亲自手刃仇人。干什么？你怎么找我电话？问你这种死对头，决一死战。我明明约你在那边的。对啊，怎么会在这里看到你的？哎，你心里寂寞。那么明显啊。比你的暗疮还要明显呢，盖都盖不住啊。痘痘越挤越多。关什么？可以保护我那种。沟通了。靓女，臭美女，用完就骂，没有道德。人世间的破镜重圆，大概都是一言难尽。不管他有没有听到，以下这首歌，我送给他。In the spring, to give your heart a song to sing, and then a kiss. But more than this, I wish you love. 为什么你老是跟我过不去？